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惊悚电影《宙斯》的主创人员，欢迎导演赵小西、赵小欧，欢迎主演戴立忍、梁静、张瑶、黄绮珊、翟文斌、孔倩倩。曾经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殊荣的戴立忍首次出演恐怖片，此外今年拥有超高人气的黄绮珊在片中的表现大家一定也非常期待。